一个人如果爱着什么，是会发光的。等稳定下来了，咱们就结婚吧。小姐，就算忘记了我，我也会永远陪着你。这块表就是改变这一切的机关，是它重置了时间。秋千没有发生意外，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好奇怪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